大家好，我是李贝，我们学习词汇吧。今天我们从这里开始，那你别问我这是什么词汇。OK，房我知道，是堤。OK，因为我们学到的是堤，那个堤坝，这是堤字，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应该是医生的堤防，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是堤。就是手提包的提，好像就是多音词是吗？提防，提啊提防，哦，奇怪的很。OK，这个我卸下来，这个词汇太难了，提防。方是轻声是吗？低放，OK，一般来说是二声对吗？防御、防止什么？防御、防止，还有别的呢？防寒，no，防寒、防疫，这个我们经常遇到。对吧？防疫就是防疫情，防寒冷，防止防御是 defense 是国家的吧？但是 OK 地方，这个地方 不是那个地方，不是地方，是地方对吗？OK 地方那些主动让你搭车的陌生人，OK，就是注意，watch you don't sip，OK，我的字典里说什么？就是 be on the alert for 之类的意思什么？医生的医就是地方的地，没有别的，就是记住这个例外，小心防备，这是字典里的定义，小心防备，就是 be careful an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or guard against，小心防备。字典里的定义就是提防坏人，提防坏人，就是这个吧。提防。如果我记得对，我没有遇到过这个词汇。或者也许我遇到过这个词汇，不理解。他总是提防着穿制服的人。制服不是 suits，制服是 uniform，对吗？suit 就是西装，对吗？西装。suit，这是 suit，西装，制服就是 uniform。穿制服的人，OK，就是 wary of，总是提防着，穿西装的人，我会说西装的。一开始似乎有必要提防另外两个什么？没有说，我们应该从小就学会提防一些疾病，be on the alert, be wary of some diseases。是的，提防一些疾病，提防这什么？扒手的扒手，pickpockets，扒手。OK，这个词汇也许我不太知道，but 这里你可以用当心扒手，对吗？就那个真的是扒手吗？我搜一下 pickpocket，就是这个吧，没有别的吗？扒窃，三只手，OK，这个有逻辑吗？就是。有左手、右手，还有三只手，
小贼，no，小五，这个我不知道。OK，小手，提防小，OK，就是当心的意思，有点像当心。当心，怕防，no，怕熟，我忘了，已经忘了，是怕熟对吗？当心扒手，当心扒手，提防。还有也可以说小心吧，他警告我，提防扒手。OK，别的呢？提防他的行为，keep an eye on their behavior。beady eye，睁大眼睛提防他们的行为，他的行为。小心防备。他提醒我们要提防小偷。小偷可以吧？我认为这个吧，小偷扒手。小偷，OK，提防着小丑 clown，但是应该是，你不应该用这个标点符号，这个标点符号指的是书籍之类的吧，文章的标题，不是，人的名字或者称号。哦，就这个，下一个笛子，OK，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看书，这是一种乐器，对吗？这是看图片，就是 flute，但是是古代中国的一个 flute，对吗？现在有还有吗？也许还有吧，flute，不噜不噜不噜之类的是吗？我妹妹小时候练 flute，这个吧，OK，长笛，这是长笛，她练起长笛，OK，木笛，有木笛，有长笛，有笛子。但是笛子应该是这类的吧，是木质的，是吗？而且经常出现在古老语境中，好像现在还有吧。就是边戴口罩边吹笛子不容易，对吗？你吹笛子什么？吹笛子。这是我妹妹练吹笛子，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是所有国家练这种吧，白色笛子，那个就是英语叫 recorder，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因为它不会记录什么，就是这个吧，recorder，这是笛子吗？这是孩子玩的那个，孩子吹的笛子。也许是因为很便宜，大家都可以练。但是不好玩。这是吹笛子，也可以吧。下一个词，抵触。no，这个我不太明白，你明白吗？抵触。抵触，赞成对吗？抵触，我忘了，看词典，但是笛子应该在词典里，肯定有这个词，有这个汉字，所有的汉字，或者词典里，差不多有所有的汉字，也许我应该更准确的说。有很多，
差不多有所有的我需要查询的汉字，没有底子呢，真的没有底。哦，这儿找到了底子，用竹子或金属做的横着吹的管乐器，也叫OK，不好意思，我回去一下，可以，OK，回去一下。也叫什么？也叫横笛子，笛横笛，不好意思，对，横笛，这样嘟横笛，或者这类的吧，嘟嘟嘟嘟嘟嘟，耶，横笛是吗？横笛。OK，它词典有鸣笛，这个，对，鸣笛，就是吹笛子是意思什么？哦，这是 OK，鸣喇叭对吗？鸣喇叭就是。Sound horn，好像是一个比喻用法吧？你看，禁止鸣笛，OK，所以好像鸣笛不是吹笛子的意思，to hoot to whistle，OK，这是鸣笛是吗 ？OK，这个我不知道，鸣笛，OK，还有。汽笛，稍等一下，汽是气球，不是气球，是汽车。汽笛子，汽笛，你听明白没呢？汽笛，air horn，OK，列车汽笛，喇叭，就是。哦，汽笛，steam whistle, ship horn，或者好像火车的 locomotive，怎么说？机车火车头，机车，OK，火车头。可以，这样用汽笛、鸣笛是吗？OK，还有这个吧，汽笛喇叭，这是很吵，很吵啊，声音不好。OK，还有警告的警告，警笛。The siren 对吗？就是警笛。这类的吧。可以。警笛，siren，警笛。应该出去就着火了什么的，或者警察来了，警笛。OK，很有意思。好，OK，我们学到哪儿？抵触。OK，我猜意思是 touchdown，对吗？有点像是抵达的抵，触是触摸那个，所以我猜它的意思是 touchdown。OK，完全不是那样的意思吧？OK，抵触，抵是抵抗的抵，抵抗的抵，对吗？Conflicting, resist，这个是 resist，所以抵触
所以，是这个底，我们看看词典底，抵触跟另一方有矛盾，发生冲突，好。还有别的我应该说。OK，这个我不太有什么逻辑。抵触，触。OK，就是 to touch 是吗？触是 to touch，触摸，抵，to resist 就是 resist touching，就是 to conflict，有这类的逻辑呢？因为如果我不知道这个词汇的逻辑，很容易就忘掉，所以 OK，抵触 resist touching。相互抵触，相互抵触，有所抵触，就是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对吗？这两种说法相互抵触，他讲的话，与先前所说的相抵触，捏，就是 conflicts，就是不一致的意思，对吗？OK，发生冲突吧。你可以说言行抵触呢？No，不是，言行不一致，不一致，言行不一致。OK，言行不一致，就是人们说的话和他们所做的。不一致，是这个，OK，那抵触好像应该是，一个人说的话，另外一个人说的话，不一致，对吗？或者你和之前的你说的话不一样，不一致，有冲突，OK。开发人员对这种反馈非常抵触，非常抵触，人们抵触不熟悉的人之间在身体接触，negatively perceived，就是抵触，就是。不是，有点像不喜欢，但是也有那个 physical 生理的反应，或者就是，也许你退一步，就不，你是谁？我不喜欢和你接触，我认为这不是 conflict 或者 contradict。但是词典里没有这个用途的，抵触情绪，情绪这个吧，抵触情绪是什么？希望在我们之间，不要有什么抵触情绪 （conflicting feelings），就是他的情绪和我的情绪不一致，不一样，就是OK。他笑了笑，不想让那个人产生抵触情绪。抵触情绪，对，他对这个建议的抵触情绪已化为乌有，这是成语吗？化为乌有，那个乌是什么？乌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用乌，乌就是黑的意思，对吗？黑，乌黑的，也是乌克兰的短称吧。
乌有，为什么乌？我们通常会产生抵触情绪，就是 conflicting feelings，就是我不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是吗？这个有点难啊，好像也这一批词汇可能比较难，很多我不太知道吧。是抵挡吗？下一个词是抵挡，对不对？挡吗？或者挡？抵挡？我声调我不太知道。Resist block，抵挡，抵挡，二声，三声，三声，对吗？抵挡，抵挡，to resist 是吗？To resist or back off，抵挡，withstand，OK，抵挡，它没能抵挡住诱惑，对吗？诱惑，She cannot resist temptation，抵挡，抵挡不了。我很好奇，抵挡有什么图片？图片、照片，抵挡。OK，也许我不想讨论这些吧。抵挡，抵挡什么？抵挡疫情。你这个不太好。或者没什么用。OK，复仇是报仇对吗？Revenge，复仇的愿望，会是抵挡不住了。OK，好像抵挡不住，应该有用这个补语是不是？警察用防爆盾牌，防爆盾牌抵挡攻击。OK，好的，我抵挡不住，逃课的诱惑，逃课是旷课的意思嘛，就是不参加，今天的课，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没有，也许。最后一节课就是高中最后几节课，就是我逃课了。那时候我就是17岁就完了，就是也那时候有的课我，就是我怎么说 ？OK，就是没有剩下的内容，老师可以给我们教，所以我们就是上课浪费时间，所以可以旷课、逃课。而且那时候没人在乎。OK，我的盾是最结实的，它能抵挡。抵挡住世界上任何就是矛盾的结果，的来源是吗？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的矛是最尖的，对吗？尖锐的，最尖锋利的，我的矛是最锋利的，也应该是这样说，对吗？可能刺穿，世界上任何一个盾，对吗？所以有矛盾，没，就是这2个句子不能同时，算是对的，是不是？就是抵触吧，抵挡。抵挡大型船，能够抵挡，no，抵挡能够抵挡大型船的擦肩碰撞。OK，就是 capable of resisting a large ship，boom，a collision with a large ship。
就是哦，就是擦边，就是 a glancing collision，对吗？OK，很少有公司能抵挡股票市场的诱惑。OK，好像抵挡什么什么的诱惑，或者抵挡不住什么什么的诱惑。OK，这个我写上，这个搭配啊，我的笔字都是在我包里。OK，我用这个笔字，这个笔字，OK，不好意思，就是买新的笔子的时候，就是上面有一个保护层，OK，所以我很久以前买了这支笔，这支笔对吗？这支笔，所以我需要把那个保护的那个东西就扔掉。OK，抵挡不住。OK，是手和这部分叫什么？不知道。抵挡不住，抵挡不住，啪啪啪的诱惑。诱惑诱惑，诱惑，抵挡不住什么什么的诱惑，哦，我也抵挡不住巧克力的诱惑，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抵挡不住如此的诱惑，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金钱的诱惑。抵挡不住，加入那一戏剧性场面的诱惑。抵挡不住诱惑，抵挡不住强烈的诱惑。OK，抵挡不住，折磨他的诱惑。OK，这是好像是一个应该知道的搭配，抵挡不住诱惑。抵挡不住什么什么的诱惑。下一个词呢，就是 to resist，好像诱惑，resist 诱惑。也许我们应该看有别的搭配呢。抵挡，no，抵挡什么？抵挡赌博的魅力啊，也一样吧。赌博的魅力，但是赌博有魅力吗？诱惑。魅力，好像这里的魅力意思是诱惑，对吗？抵挡什么什么的吸引力？抵挡诱惑，抵挡复仇的诱惑，复仇的愿望。这个是 physical，是物理的，攻击，抵挡什么人的攻击，抵挡不住诱惑，抵挡不住挑战，抵挡住了他的挑战，抵挡住矛，这里的用法不一样吧？做出感谢是一个对魔鬼有力的抵挡，是抵挡方法，是吗？抵挡诱惑，抵挡诱惑，抵挡你，抵挡你，无人能抵挡你，抵挡这个是作孽啊。OK，to resist sin，to resist sinning，应该说。吃些面包会抵挡一会儿饥饿感。你看这个用法不一样，就是 ward off。
你这样做，然后你能够抵挡，饥饿感，就是嘴馋，嘴馋，no，馋嘴，但是这里的用法有点不一样吧，就是 to ward off，不是 to resist，有点不一样吧，谁能抵挡这条鱼的魅力？OK，就是这么说的，但是什么意思？OK，可以吧？OK，抵消，抵消，抵就是 resist 什么？消是消失的消，但是消耗的消，to resist buying，不知道。抵消 counteract can 哦，抵消 yeah counteract counter cancel out 啊 yeah 这个我应该知道，但是OK counteract 这是动词对吗？抵消压力，抵消。又取消是取消的消对吗？取消、抵抗和取消之类的吧。抵消这，词典里说什么？词典里说，因作用，因作用相反而互相消除。就是 counteract，就是。有这个问题，相反的是那样吧，我用那个方法，就是消除或者减轻那个问题，那我们就会抵消罚款，但这不能被完全抵消，completely offset，就是买保险的时候，他允许他们就如何发展他的优势和抵消他的弱点，给出建议。也许他们玩游戏，那个人很擅长这个游戏，这个人也许是普遍的人，普通人对吗？普遍的普通人。OK。也许他们是新手，是，菜鸟，newbie，所以他告诉他，哦，应该这样做，其他的呢？OK，积极的情绪会抵消消极的情绪，OK。OK，counteract，counterbalance，国家之间存在着力量相互抵消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两相抵消吧，两相抵消吧。据说美国贸易救济法就是挽救经济是吗？抵消补贴，必须针对特定行业。就是可以抵消和补贴，一些重要的行业，对吗？就是你记得吗？就是 too big to fail 这个概念，就是成，哦，OK，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OK，抵消 counteract，OK，也许药，你可以吃药，
需要可能抵消那服药，服药呢抵消副作用，是这个吧，副作用念、yeah. OK， 通过维护有益菌啊、哦，有益菌就是 good bacteria， 呵呵 beneficial bacteria， 数量来抵消抗生素副作用，那个 antibiotics 对吗？耶、yeah, ，你可以抵消抗生素的副作用 ，counteract the side effects of antibiotics。Yeah， you can 维护这个吧 ，you can take。Good bacteria to counteract the effects of antibiotics. OK, 可以吧。下一个词，下一个词，抵押。No. 这一批太难了，抵押。好像这个汉字，那个抵，那个押是押金的押，抵押。Collateral 不抵押 ，to put up collateral 这是动词，不抵押，不是不得不抵押，是不得不抵押 ，they had to， 没有其他的选择，他要他抵押房子作为贷款担保 ，yeah，to put up collateral， OK， 这个我写上来。To put up collateral area. 你知道押金？押金就是你租房子的时候一般有押金。yeah， 或者。就是你给一部分一笔钱，一笔钱就是给房东一笔钱，就是你搬走以后有问题他会缺，我怎么说，扣钱。OK， 在理论上是那样吧，但是经历上实际上可能遇到很多问题。抵押，抵押，抵押贷款。此点你说什么？抵押，OK， 债务人把自己一部分财产提供给债权人作为清赔债务的保证。yeah， 就是动词，就是 to put up collateral。好在好在他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一个意思。这类的是金融和金融的话题，我不熟悉。也抵押。collateral。该国三分之二的屋主住在抵押贷款买来的房子里。就是 mortgage 对吗 ？mortgage 住在抵押贷款买来的房子里。Yeah， 我听说，就是一些，尤其是在美国的人，他们在 Reddit 上，他们埋怨，他申请抵押贷款想要买自己的房子，但是银行拒绝他们的申请，不采纳他们的申请，说他们没有足够的
来呀，就是制服不了，不是制服吧，就是也制服不了，负担不起，那个贷款，对吗？或者，我怎么说？可是，他们那时候的租金是高于，就是贷款的 repayments。还款，OK，偿还金额，也许还款可以吧。也这些金融的话题我不熟悉，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及时赔还，抵押贷款，没有及时，就是，in time，赔还，偿还，是赔偿的偿，OK，我刚才说错了吧？偿还抵押贷款，那是人们一生中的一个巨大的选择，是吗？并不简单，就是。做不高明的选择可能影响你一切生活，是吗？OK，下一个词，抵御。OK，我认为这个可以吧？抵是抵抗的抵，对吗？御是应该是防御的御，所以应该是 resist 或 repel，也许。你的敌人侵犯你，抵御他们，侵略者来，侵犯，OK，但是我可以，可能是完全不对吧？抵御，to resist to withstand，OK，抵御诱惑，是抵挡和抵御差不多吧？抵御寒物。抵御寒冷的啪啪啪材料，抵御虐待。OK，那是防御。其实防御，OK，这个词汇在英语听起来有点像一个脏话，防御。但是在中文中没有。没有那么坏，有一些中文的词汇在英文听起来，和英文脏话的脏话词汇很近，但是防御则防御侵略者什么，防御敌人袭击，防御武器，这是defense weapon 是吗？防御机制，防御侵略者侵略者，是侵略对吗？invasion 侵略，侵略者，这是 invader，你可以防御他们，或者 to repel the invasion，这个怎么说？入侵者，入侵，南蛮入侵，是这个吧？南蛮入侵。这是成语吗？这是三国杀的一个卡牌，对吗？所以我就南蛮入侵，这个那个卡不错吧？好像没有这个成语呢，你认为有这个成语吧？可能不是成语吧？南蛮就是 barbarians from the south invading，南蛮入侵，这是三国杀。
OK，除此以外没有吧？一些成语我学过，从那个《三国杀》这个游戏里学到的。OK，那你可以防御。防御的潜在外来入侵者，OK，所以 defend against the potential invaders，OK，应对室内入侵最好的防御是周密的计划，OK，home invasions 室内入侵，OK，这是 home invaders，好的防御。我们这里学的是抵御，是不一样吗？抵御，withstand，也许抵御非常和抵挡非常近，对吗？很小人也，很小人，no，很小有人，能抵御。历险，历险的诱惑力，诱惑力就是诱惑，对吗？这点你说什么？抵御，OK，这点你的定义就这样，抵抗，抵挡。就是这个，他说反义词是投降，投降就是 to surrender，抵御就是 to resist withstand，投降 to surrender 什么？抵御什么？孩子们无法抵御其父的虐待，那个。其是代词，对吗？这是 pronoun，指的是孩子，对吗？父是爸爸。好，我们毫无抵御能力，we're defenseless。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毫无抵御能力。这是造雷，LG，对吗？哦，藻类，哎呦，藻类，我的声调完全不对，藻类，这是藻类抵御放牧的一个第一次迹象，algal defenses against grazing，迹象是什么？indicator，我也许这个我。就是无论是英语还是中文，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他们联合起来抵御共同敌人。OK，他们联合起来，就是然后就是抵御他们。他们俩共同的敌人是吗？敌人，他们有11间简陋的房子来抵御严冬，严冬。OK，所以也许在冬天下雪，寒冷。应该，找一个办法。有，就是你的房子简陋不简陋，就是，无论如何，肯定比没有房子好得多，是吗？为了抵御潮，这是什么汉字？汐，潮汐。哦，我学过了这个吧？抵御潮汐，withstand the tides。幼年马蹄鞋，马蹄鞋，马蹄是或许呗，对吗？马蹄鞋，horseshoe cramp，经常在沙子里
挖洞，马蹄鞋，蟹，马蹄蟹，马蹄蟹。哦，地狱。也许你可以看它的汉字，知道它的意思。好像意思是抵挡，但是范围比较广，我认为是那样吧。OK，这一批词汇有点难啊，抵制。我知道，这是 boycott，抵制，这是 boycott，你不用什么产品之类的吧？boycott 对吗？抵制 to boycott。哦，这个词汇好难哦，抵制。七点零说什么？七点零说，我告诉你。OK，阻止有害事物的侵入或发生作用。就是 prevent something bad from happening。就是英语的 boycott 有一点不一样。总说来，没有对这个主意的抵制，那个 resistance，对吗？这是名词的用法，对，变革的抵制几乎损了这个行业。变革，OK，resistance has nearly destroyed the industry. OK，反对派领导者号召联合抵制投票，就在这个语境中就是 boycott，但是范围和英语的词汇比较广，我抵制不住，抵制不住，好奇心把信打开了。OK，I couldn't resist temptation。我抵制不住，好像在这个语境中，就是抵挡和抵御差不多的意思，是吗？抵制变革，好像就是搭配，对吗？抵制变革，resistant to change。上了年纪的人并不总是抵制变革。是的，就像新的法规，已经遇到很多抵制，很多的抵制，很多的抵啊、哦、都可以吧。它有一种令男人无法抵制的魅力哦，一些人对。锻炼的主义非常抵制。锻炼，exercise，有点想锻炼身体，这个主意，其实我认为英文中用这个词汇 idea 和中文中用这个词汇主义，就是出现率是不一样的吧？就是一些人抵制去锻炼，锻炼身体，所以我怀疑这个句子是那种那个西化中文是吗？或者是有翻译滋味的翻译线索。主要的反对党派，正在联合抵制选举。The main opposition parties, uniting to boycott the election。这个有用吗？就是，
就是我怎么说，南辕北辙，对吗？南辕北辙。南辕北辙。OK， 你不投票，那就是那个你不支持的，你不支持的派，派对，他们收票的比例比较多，对吗？真的是南辕北辙。OK， 抵制。OK。OK， 也许我们可以说到这里吧。好像今天的词汇，这批词汇比较难。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我们发现哦，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吧，鸣笛、汽笛、警笛、长笛、木笛之类的吧。这个哦是多音词那个地方。这些词汇好像中文英文没有敌，有点像 resist， 对吗？抵触、抵挡、抵消、抵押、抵御、抵制。好像没英语没有那个敌，所以每一个词汇有一点难。抵触就是 to be in conflict。抵挡、抵御、抵制，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也有什么区别、有差别的地方。OK， 抵押，这是动词 ，to put up collateral。在英文就是 collateral 是一个名词。这个抵消 ，to counteract， or to offset。其实这个英文。就是和英文的 offset 或者 to counteract 意思很近，但是这些词汇有点难，我希望以后的词汇没那么难。底层底线底可能有点难，这是什么我遇到过，这意思是隐藏的这类的吧，可是我忘了。好，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吧。喜欢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赞。下次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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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